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童话时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款奥特曼的卡通车，打怪兽的奥特曼，有了自己的一台卡通车。打怪兽的时候开着车会不会更快呢？包装，有点像烽火六月天子，黄色的灯火，黄色的车身，这是一台万向轮的车子，就是遇到障碍物会自己转向。奥特曼的特色，然后我们要装上电池，往上推扣，然后这里有开关。就有灯光，加上音响，万向轮也转起来。
的野马呀。那么我们本期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奥特曼的卡通车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